复活的，阿门。是的，他仍然在天上继续为我们继续的来守护着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高举我们的耶稣，来高唱，来宣告说，有一位神，他就是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就是要为拯救你和我。阿门，哈利路亚，我们以这诗歌来宣告。Yes.
我
继续来到我们的生命，靠主耶稣基督。
耶稣的名。哈利路亚，我们要来敬拜，我们要来欢庆，因为耶稣的名是大有能力的名。阿们。好，他的名叫我们得胜死亡，他的名带给我们医治，耶稣的名荣耀的君王，神的儿子。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阿们。耶稣荣耀君王，能力权柄智慧公义，愿超过全世界。耶稣的名超乎万名，荣耀尊贵都归是我敬拜你到永远。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敬拜复活的耶稣。神的爱子，哈利路亚，耶稣荣耀君王，万有夫妇在你脚前，救赎主，耶稣的名超乎万名，荣耀尊贵都归于你，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我敬拜你到永远，耶稣的名超乎万名，荣耀尊贵都归于你，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我敬拜你到永远。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宣告，疾病不能，哈利路亚，失望不能胜过耶稣的名，世上没有任何困难胜过耶稣的名，医治能力救赎恩典都已耶稣的名，因为功过真正的神都因耶稣的名，耶稣的名超万名，荣耀尊贵姐妹，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的名是大有能力的，甚至疾病和死亡都不能够胜过耶稣的名，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新月学者布特曼他这样说道：一件
涉及死人复活的历史事实，是全然不可思议的。让我们就从路加福音来看耶稣这一件不可思议的复活。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24章1到12节。我们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第24章，路加福音第24章1到12节。24章1第1节，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诧异之间，突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发光，妇人们惊怕，将面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件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第10节，那告诉使徒的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起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第12节，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西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就的事。我们继续再读第二段的经文，同样的是在21章第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48节，你们就是这事的见证。让我们一同来围着上帝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主耶稣复活的意义，同时也让复活的主耶稣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献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耶稣的复活是世界的盼望。正如我们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第24章，《路加福音》第24章讲的是复活节清晨所发生的事情。啊，有一班妇女，她们预备去高抹耶稣的身体，但她们却经历到许多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古时的犹太人的这个的殡葬的规矩是要用香膏膏死人的身体，并且用细麻布衣加上香料包裹这个尸体。
他们这样做是对使者的敬啊尊敬。夫，你们为了要表达对耶稣的爱和尊敬，他们也预备了这些的香料，并在第一时间来到预备高莫耶稣。按常理，当他们来到这个坟墓的时候，死人是不会走的，但是他们真想不到，他们会看不到耶稣的身体尸体。所以第一个意想不到的，哎，原本已经封住的这个坟墓门前的这个大石头为什么会滚开呢？这么大的一个石头，一块石头怎么会滚开呢？第二个意想不到的，当他们进入到这个坟墓里面，他们竟然看不到耶稣的这个身体，可能耶稣的身体给人搬走了。第三个意想不到的，就是当他们在诧异的时候，突然他们看见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发光，显明这两个人就是天使。第四个意想不到的，就是他们听到天使说这番话。天使问他们说，为何在这个死人当中寻找活人呢？弟兄姐妹，第五个意想不到的是越来越强烈了，就是天使告诉这一班的妇女们，耶稣已经复活了。弟兄姐妹，耶稣的复活带来盼望。路加福音第24章第5到第6节的确告诉我们，妇女们她很惊怕，俯伏在地。当他们看不到这一个耶稣的身体，这个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间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弟兄姐妹，天使告诉妇女们，耶稣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对妇女们来说，坟墓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地方，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然而耶稣的复活却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充满着希望，充满着盼望的一个的地方。耶稣的复活胜过了死亡权势，救我们脱离败坏的生活。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的样式。这正如罗马书第6章3到11节所说的，我们翻开罗马书第6章第3节。罗马书第6章第3节这样说的，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第6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第10节，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是向罪，也当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弟兄姐妹，这一个的盼望就是叫我们促使入生的盼望。阿们。耶稣的复活不但带给我们盼望，
耶稣的复活也带给我们使命。路加福音第24章7到12节，却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带来了一个生命的转化。这一般的妇女们，她们从非常失望、非常恐惧、非常惊讶的一个的状态，变成充满着平安、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动力去报好消息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不再成为一位接受信息的人而已，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领受了他的生命，我们也成了一位传讲耶稣复活信息的人。就好像这一般妇女们，他们把这个消息带给了耶稣基督的11个使徒和其他的人。路加福音第24章46节到48节这样的讲道。我们再看回路加福音第24章46节，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说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封他的名悔改赦罪，从耶路撒冷之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是的，我们就是这件事的见证人。使徒行传1章8节这样的也告诉我们，圣灵会加力量给我们，充满我们，好叫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使徒行传1章8节，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同样的，约翰福音第14章，这也是耶稣亲自讲的一句话，是非常震撼人心的一句话。约翰福音14章12节，耶稣这样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弟兄姐妹，耶稣告诉我们，他所做的事，我们相信他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哈利路亚。瓦里克牧师 Rick Warren 他曾经说了这样的一句话，除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影响世界。耶稣已经复活了，世界的盼望也一样复活了。神将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借着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将耶稣基督复活的盼望带进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充满复活的盼望。耶稣已经复活，这个世界有盼望，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已经充满了你和我，充满了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把耶稣复活的盼望带进世界，带进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也因着耶稣充满着盼望，因为我们的救主他是活着。这个时代充满着盼望，因为你和我要将耶稣复活的盼望带给这个时代。让我们以这首的诗歌，我们在这个复活节主日，知道耶稣的复活，我们要宣告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盼望，耶稣的复活也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让我们成为一个传讲耶稣复活
我信息的人。我们就用这首的诗歌向这个世代来宣告，耶稣他是活着，这个世代是有盼望的。阿们。我们就一同的带着得胜，带着一个盼望，带着得胜的这个的心来唱这一首的歌，我的救主活着。哈利路亚，主啊，弟兄姐妹，我们的耶稣是活着的，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知他依旧是我，宝血已洗净我罪，我相信。哈利路亚，我相信。哦，哈利路亚。就如他为我挪开痛苦，你得到释放，我相信，我相信。那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我们去说，我高举荆棘，因为我主要得到胜利，我就主活着，是的主，我就主活着，我就主活着，我就主活着，哈利路亚 ，Amen，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要带着来宣告，我知道你就是我，哈利路亚，宝血已洗净我罪， Amen， 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是他拉拉山的，哈利路亚，就如他为我挪开。痛苦你得到释放，我相信，我相信，我高举荆棘，是因为我主已得到胜利，我就主活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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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我就主活着，哈利路亚，是吧，是的主，与你悲伤，我站立在高山顶上，迎接你国降临，是的主啊，我就主活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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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哈利路亚，我就主活着，我就主活着，我就主活着，释放我重担。那我们来起宣告，是的主，我站立在高山顶上，迎接你国降临。我就主活着，是的主，我们感谢你。哇，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是活着的，哈利路亚，我就主活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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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是的主啊，主啊，我们的救主耶稣是活着的。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的生命充满着盼望，因为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一同与耶稣同死同埋葬，我们也和耶稣一同的复活，有新的样式，是
得胜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主啊，你差派我们进入这个的世界，成为一个传讲耶稣复活的人。主啊，这个世代有盼望了，因为耶稣你复活了。这个世代有盼望了，因为主啊，你用圣灵来膏我们，用圣灵来充满我们，好叫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哦，奉耶稣的名祷告。哦，奉耶稣的名行神迹奇事，好叫我们能够把人带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复活的大能充满我们每一位，充满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继续使用我们，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这时候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守今天早上主所吩咐的这一个的圣餐，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也带着一个盼望的心，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让我们一同来感恩主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也要感谢神现在甚至在将来，在我们生命，在我们家庭所要做的事情。让我们一同的以这首的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Thank you.
让我们这时候一同来领受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来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就是要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也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以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三十一节，我们若事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顶罪。这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就拿起我们手中的饼，让我们举起手中的饼。这饼代表着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在十字架被钉，三天后从死里复活。每当我们吃这饼的时候，圣经教导我们要纪念他再来，因为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圣经也告诉我们，他所受的鞭伤，他所受的刑罚，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意志。当我们在领受基督的身体的时候，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若我们身体上有疾病的，我们也在这时候这信心，带着复活的盼望，来向我们的主耶稣祷告。我们一同的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日主你为我们世人的罪被高高举在这个的十字架，你所受的鞭伤，我们得自由，我们的病得医治，我们也脱离了罪的这个的捆绑。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仆，乃是成为神你的儿女。你的复活带给我们盼望，也带给我们医治。主啊，我们今天也一样的，要高举你的身体，也要高举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耶稣，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三天后从死里复活，我们献上感恩，也求主医治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手中所拿的这个杯，代表着主耶稣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洁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和污秽，让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领受这个永生的盼望，有
神的约，这一个约就是他要永远成为我们的神，我们要永远成为他的子女。我们感恩，我们来到耶稣的跟前，我们谢谢，我们要谢谢耶稣为我们摆上这一个宝贵的生命，用他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同的来祷告，我们一同的来感恩。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是不配，但是主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甚至娶了这一个奴仆的样式，被钉在十字架。但我们感谢，因为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在三天后复活了。十字架不再是那个刑罚的十字架，在耶稣的复活当中，这个十字架成为了一种荣耀的十字架。主啊，我们说谢谢你，我们今天带着感恩的心，因为知道主你所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也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给我们这一个新的生命和新的身份。我们感谢你，将荣耀尊贵都归给你。谢谢主耶稣，你爱我们，我们也要说我们永远爱你。我们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同来领受基督的宝血。那我们继续用一段的时间来感谢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对着他所成就的一切，我们也是不配，但我们感谢你，因着耶稣基督一切都成就了，在十字架。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谢谢，我们赞美你，因着十字架的爱。主啊，我们今天不再活在罪恶当中，因着十字架的爱，我们活在光明当中，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也要感谢你，因为主你允许我们，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是每一天都能够有更新和丰盛的生命，并且是更丰盛的。主啊，我们说谢谢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主啊，愿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守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不但只是纪念主你的死，我们也纪念主你的再来，因为你的再来带给我们无限的安慰和盼望。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两位牧师，现在又到了我们的访问时间。我们都知道最近我们会收到一些的照片，就是关于嘉颖这个的小镇被封哈。对于这件事情，想问两位牧师有什么看法，或者是有什么鼓励的话语要给我们呢？这也是牧师这么多年在嘉颖住了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的事情发生哦。当然你问牧师心情怎样，我相信我会和弟兄姐妹心情一样的都是忐忑不定的不下的然后可能就会有很多想到很多比较负面的这样的一个的情绪都会涌上来。但是牧师要鼓励弟兄姐妹真的我们要多留意什么？多留意官方的消息多留意一些的从政府或者是市政局给我们的一些的信息那其实这信息帮助我们因为他告诉我们哪一条路封了，哪一条路我们可以走所以弟兄姐妹，不是说整个家已封了你不可以离开你的家是不不是他只是说有一些路你不可以走，但是他也同时提供我们一些资讯你要怎样去一个地方所以这是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不是世界末日不是世界末日只不过我相信神让我们的家里暂时不要这么吵
干净一点、哦、空气新鲜一点、哦、那它非常好，感谢神。有些弟兄姐妹、就打电话给牧师、啊、提到当家引这个的入蜂鸟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去加以巴萨？我相信上帝给我们聪明智慧啊，智慧是来自于上帝的。其实我们要继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你知道那个环境啊会一直的转变，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但是我们相信的是什么？上帝会给我们聪明和智慧。当然啊，这个路封了，我们还有别的路。我们相信继续下去的有些的事情啊，或者你做生意，或者是生活，或者是读书，我们都需要做一些的调整，而这个调整需要我们求上帝给我们聪明和智慧，而不是绝望啊。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很绝望啊，哎呀，生意做不可以再做生意怎么办？但是在全球都面对同样的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有不同的心态的时候，当我们来到寻求上帝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上帝会为我们开一条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路。Okay, 好的，第二道问题，两位牧师，我们都收到这个消息，就是说我们的 MCO 要再被延长。OK, 关于这个，牧师们有什么鼓励的话语要给教会呢？牧师要说的哦，牧师真的希望它不会延长，但是如果延长的话，也要感恩哦。为什么呢？牧师发觉到哦，在这段期间哦，就发现了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哇，他们太厉害烹饪了，他们太厉害煮了哦，所以在这个的面子书啊等等哦，哎，他们都你看可以看到他们煮的菜肴特别好吃。那我真的要鼓励弟兄姐妹啊、哦，我相信在过去几个星期，我们在这一个的处境，我们已经懂了要怎样去过我们的生活，而且哦，我们会善用时间呢、啊，会过得更有意义。吃的更多、哦、休息的更多，然后更多的来赞美神，来祷告神、哦、那至于那些中小型的做生意的弟兄姐妹，不要担心，我相信神给聪明智慧给马来西亚政府，尤其是我们的首相菲利，他肯定会帮助这些中小型营业的这些的老板啊，或是工作人员、哦、所以不要过分的担心我们 只要好好的继续遵守这个的行政管制令确保这个的病毒能够很快的受到控制，这样我们就可以 Merdeka 了，我们就可以复活了，从死里复活了。当这个 MCO 继续延长的时候我们还要继续留在家。我想家是每一个人都很渴望的，我们都很努力很工作去工作，其中一个原因都是为了我们的家。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在劳碌当中从来没有想过天伦之乐。我想在延长当中我们去珍惜彼此，在家中珍惜彼此。你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家人在家里，在这个的电脑台前，或者在电视，或者是在这个的手机前，来到线上这个的敬拜啊、崇拜啊，我们也从来没有经历过一家一家这样来到手声唱啊，所以继续享受啦，看它为享受啊，你就会感恩哦。当你享受的时候，你会觉得在你人生的这个的历史当中哦，在你人生的历程当中哦，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因为很少，很少这个的政府会限制我们 stay at home， 对，很少。这样弟兄姐妹又多了一些的故事可以讲了啊，狗屁屌的时候哇，可以大谈特谈。你在这个期间我煮了什么的菜，你在这个期间你学了做什么的面包，你在这个期间你吃了什么的 sandwich， 我看到其实
可以用很简单的这个的食料哦，做出一些很特别的这个的食物哦，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其实哎，看到的时候，其实我也想尝试一下。那我告诉弟兄姊妹一个小秘密哦，我发现这几个星期哦，冯牧师煮的菜肴越来越好吃了。对啊，真的很好吃。第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没关系，烂没关系。第三、第四个星期进步了，为什么呢？我们都要待在家吃。不过真的进步好多。对你。啊，但是不要只是给妈妈在煮啦。我相信来一家大小一起